Let me be myself.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直播，我是 Ison 教练。那今天呢，我们练习的动作会再比上一次再增强一点，所以倒立来说的话，那就是中阶层的程度。那我们核心下肢的肌力呢，也会一样的提升一点难度。那这是今天我们一起来运动的主题。好，那我们现在再稍等一下，好，等一下你要准备的东西呢，一样帮我准备一块瑜伽垫，还有一条跳绳。那因为不是每个人家里面可能都有跳绳，然后叫你现在去外面准备的话，外面比较危险，好，大家尽量待在家里面运动。那如果没有跳绳的话也没有关系，就帮我准备一条毛巾，要长的大条一点的，好，因为我们会做一些转肩的动作，所以毛巾也可以，或者是你有弹力带的话也可以，绳子、棍子、家里的扫把类那些都可以。好，就帮我准备这几样东西，那我们就准备开始活动咯。那我们先热身，脖子往下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好，脖子绕圈，一二三四五六七，换边，一二三四五六七，来肩膀，一二三四五六七，换边，一二三四五六七，手臂，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手，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手往前绕圈，二三四五六七八，往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左右，一二三四五六七，手往下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来转转你的腰，二三四五六七，换边，一二三四五六七，绕膝盖，一二三四五六七，换边，一二三四五六七，膝盖往下蹲五下，一二三四五，好，我们要做一点动态的做操哈，等一下帮我原地小跑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原地跳，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开合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原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前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左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弓箭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最后一次开合跳，一二三四五六七，加油，八九十，好，休息，原地走一走，记得配合你的呼吸，中间不管你在做任何的运动都一定要配合一下你的呼吸，好，做动作尽量不要憋气，好， OK， 如果你不会喘的话就可以把你的瑜伽垫拿出来，好，我们慢慢的坐下来，好，我们一开始要做的动作是
整批，把你的脚打开，好，尽量往前推一点，所以你的脚可以躲开就躲开。来，我们双手借给我，抓你的一只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换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来，我们双手一起往前，手指慢慢的往前抓，抓到最远，不行的地方帮我停住就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推十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的，来，慢慢的把你的脚合起来。来，我们双脚合起来，双手举高去抓你的脚趾，身体慢慢的往下，把头埋到双手里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来，双手放两边，尽量推超过你的脚踝。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双手帮我往后撑，屁股帮我往前坐，把你的肩膀拉开来。如果拉不够开的感觉，你可以手指可以再往后抓远一点。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做一点核心的动态。好，来，先帮我把你的双脚打直，停在上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收腿再伸直十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直腿五下。一、二、三、四、五，好，停住做踢腿。一、二、三，加油。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把你的双手放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手压十下。一、二、三、四，脚不可以碰到地板哦。六、七、八、九、十，往后躺，好，脚碰后面的地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慢慢下来。好，我们把身体转过来，把你的腰往下折，下巴抬起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肩膀往下，胸、下巴帮我碰地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慢慢的撑起来。来，因为今天的课程会有一些倒立的动作，一样哈，手腕。你的角度一定要压开一点，不然待会你在撑的时候会比较不舒服。所以我们先把双手撑地上。好，待会重心往前压，让你后面的脚背，好，转侧面给你看，让你后面的脚背离开地板。重心是你的肩膀，尽量往前压多一点点，让角度大一点。手腕的角度越大，把它的角度压开，你在做动作的时候就会比较不会那么的不舒服。好，来，准备，我们等一下往前压开后停在最前面的位置，停住十秒，只做一次。好，来，预备 Go， 停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很好，慢慢回来。
好，待会出去之后要往你的左边绕圈，再往右边绕圈，我们各绕三圈就可以了。来，手撑好。好，来，重心往前出去，往左绕开始。一、二，角度尽量帮我压大。三，换边。一、二、三，好，很好。来，自己手腕转一转。待会下一个动作是我们手腕的小肌力。好，因为手腕这边的肌肉比较不像大肌群那么好练，所以这边的小肌力去做也可以帮助到你支撑的不适感，可以让它减少一点。好，来，我们手腕撑起来，待会手指帮我贴好地板，你的掌心只要往上推，掌心往上推就可以了。好，所以待会是重心，你的重量要稍微压上去，掌心往上推，所以你会感觉到手掌心到这边小手臂会有点小酸痛的感觉，是正常的。好，来，这个我们做十下，准备咯，来，双手帮我撑好。好，来，开始，重量稍微压上去，往上推，一、二，下来要慢，三、四，加油，下来要慢，五、六、七、八、九、十。好的，来，手腕转一转。好，下一个是推上来，下来之后手指帮我抓一下，好，双手的手指帮我抓一下你的瑜伽垫，用力的抓啊，不要抓破哈，轻轻的抓，轻轻的用力，还是要用力抓，但是好，指甲太长的人要小心一点。好，这个我们做五次就好。来，手指手掌帮我撑好地板。好，来 ，Go， 往上，一，慢慢下，手指抓一下；二，慢慢下，手指抓一下；三，手指抓；四，手指抓；最后一下，五，手指抓一下。好 ，OK， 很好哈。来，手腕甩一甩。来，接下来请你躺下来，躺在你的瑜伽垫上面。待会我们可以做两种，如果你 OK 的话，状态 OK 的话，帮我做桥形，桥形撑，就是拱桥，手撑在后面的拱桥往上顶。那如果假设你这个动作还不 OK 的人，担心有一点危险性，没有关系，我们双手撑在地板，脚微微张开，把你的肚子往上推，头抬起来往上推就好。好，两种方式选择你比较觉得你做得起来的感觉去做就好。好，这个我们做十秒，会做两次。来，准备帮我躺下来。好，双脚踩好，肚子往上推， Go， 一、二、三、四，加油，五、六、七、八、九，慢慢下来。好，手甩一甩，休息十秒。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第二次 ，Go。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慢慢下。好，手甩一甩，好，可以了，慢慢站起来。来，最后一个肩膀的伸展，帮我拿出你的跳绳，或者是你的毛巾、棍子、弹力带都可以。好，来，跳绳拿出来，抓出一个开度，好，抓出一个开度，要你转的肩膀，让肩膀能转过去，再转回来。好，这个转肩膀是为了开你的肩膀，有些人的胸太紧或者是背太紧，肩膀柔软度比较不好的人可以靠这个去让它转开一点。好，抓你适当的开度就好，转过去转回来做十下。好，手记得手肘不可以弯起来，
手肘要打直，来开始。一，如果太轻松的话，你就再抓窄一点。三、四、五，柔软度越好的人哈，他在转这个就会很轻松。七、八，有时候越转越开的时候，你就可以越抓越窄。九，好，都可以自己去调整的。最后一个十。好，来，我们把脚再张开一点，待会左右边的弓箭步去拉你的侧腰，手一样抓着你的绳子。好，打开侧腰，往侧面拉开，一、二、三，换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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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二、三，换边，一、二、三，好，休息一下。好，我们休息一分钟，喝个水，我们就准备开始待会的主要练习。好，稍微喘一下。好，休息时间到了哈，我们等一下呢，请把你的瑜伽垫拿出来。好，有说过今天是倒立的中阶训练哈，中阶训练，所以会难度稍微再提高一点点。来，待会瑜伽垫，你的面向要让瑜伽垫是直的，好，所以你要整个人能在瑜伽垫里面。好，待会弓箭步帮我踩出来。我们手撑地板，待会把后脚踢高。这一次踢高要注意一件事情，要帮我压你的脚背跟膝盖要打直，所以你不可以在踢起来的时候是丑丑的变这样子上再踢，所以都一定要去伸直脚背膝盖压出来。好，我们两只脚都会做，因为是在家里训练，所以已经不需要现在是去做你的习惯边，我们两边都会练，因为难易度虽然有提升，但是不会做到完全要上去倒立，因为在家里做有比较高的危险性，所以这边还是要先呼吁大家一下哦。来，弓箭步帮我踩出来。好，请把你的后脚举高，停住五秒，脚背先压好，习惯它。一、二、三、四、五，踢十下。一、二，眼睛看手中间。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换脚，记得伸直哦，脚背压好。预备 ，Go！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很好，来休息一下。我们待会下一个动作是后脚踢高，前脚帮我轻轻的跳一下，轻轻的就好，好，因为我怕你翻过去，所以都先跳小力一点，去适应一下那个感觉。好，前脚轻轻的跳之后，记得我不要到倒立，所以我两只脚不需要合起来。都是维持在打开的位置就好。好，所以前脚帮我踩出来，弓箭步踩好。好，待会后脚踢高，前脚跳，在这个位置。好，你控制得住为主。那注意一下你的肩膀，在跳的时候，它不可以往前。还有重点就是你的眼睛，一定要看你的双手中间。好，双手中间的这个位置。双手撑好，弓箭步踩出来。好，我们准备开始了哦。好，来，第一下，后脚踢高，前脚跳。一、二，注意看我的前脚都没有跟上去哦。三、四、五、六，加油！七、八。九、十，
OK， 我们休息20秒。下来手腕，记得帮我伸展一下。你的弹力带、跳绳都可以拿出来，把肩膀转一转。来，待会换脚。为什么两边都要做？因为可以练一下你身体的左右边的协调，跟你大脑控制感觉的协调。好，所以我两边都会去让你去试着尝试一下，一定会有习惯边比较好跳的那一边，但我们现在就是两边都先去练。来，换脚，预备 ，Go， 一、二。记得是后脚先走哦，三、四、五，加油，六、七、八，脚背压好，九，最后一下十 ，OK， 很好。来，我们休息1分钟，喝个水，喘一下。来，接下来我们下一个动作。好，刚刚前面还记不记得在热身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抓手指的动作，好，抓手指的动作，所以等一下记得手指要去抓你的瑜伽垫，当你动作跳起来之后就要去抓手指，所以刚刚的动作，好，刚刚的踢脚我们再做一次，这一次的感觉是后脚踢高，前脚跳起来后手指，手指麻烦就帮我用力抓紧，好，抓到你脚下来为止。OK， 来，这个我们一样做10次，来准备喽，手指准备好哈，来预备 ，Go， 后脚踢高，前脚踢就抓，一、二、三，手指抓好，加油，四。五、六、七、八、九，最后一下，十。OK，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抓手指的时候，手腕的控制感觉会比较明显一点。好，所以在踢的时候就用力抓，那这个就是倒立的一个控制练习的控制感。来，接下来我们换脚，再休息10秒。来，加油哦！五、四、三、二、一 ，Go！ 手指撑好，来 Go！ 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最后一次，十 ，OK， 好，很好哈，完成两个动作，那我们再休息1分钟，喝个水，手腕赶快拉一拉，转一转。好，来，接下来我们要把瑜伽垫，请你找一面墙壁，把瑜伽垫拉靠近你的墙壁。好，瑜伽垫要贴好你的墙壁哈，尽量贴好你的墙壁。好，我们的瑜伽垫应该大小都差不多，所以待会你手撑的位置呢，会是离墙壁。以瑜伽垫为主，好，瑜伽垫的正中间，所以待会你的手就撑在瑜伽垫的中间这个位置，不要撑太进去，因为太进去你不好做，太出来你也不好做，没力的话容易危险。好，就撑中间。好，等一下在做这个动作，有一个点一定要特别注意，眼睛绝对不可以离开地板，要一直看着地板。好，所以不要看别的地方。
也不要偷偷看荧幕。好，我有在看，好，我在看你。好，来，待会一样，我们弓箭步踩出来，双手撑在瑜伽垫的正中间。这一次的目标是什么？这一次的目标就是我们踢上去，踢上去后面的这一只脚，要尽量的去碰到墙壁。好，尽量的去碰到墙壁，你会发现跟刚刚的感觉又有点不一样了，因为碰到墙壁，它的高度是已经接近倒立的位置。但不用担心翻过去，手用力顶好，你只要头有抬起来，踢不高都无所谓，自己的安全，好，安全要顾好。如果假设你担心自己会翻过去会怎样的话，你前面这边可以放一个枕头，好，确保你的头不会撞到墙壁。那会撞到墙壁有一个可能，就是因为你的眼睛没有看地板，所以你才会去撞墙，或者是手臂的肌力不够。那我们这个都可以练到那个感觉。好，来，我们准备咯。来，双手撑瑜伽垫中间，好，往上踢十下，开始 go。 一，尽量去碰墙。二，加油。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休息20秒，我们待会换脚。好，这个你就可以去注意一下，刚刚我们瑜伽垫还在上面这边做的时候，踢的时候手指要注意什么？用力抓，好，两只手用力抓，用力抓就对了 ，OK。来，再10秒，我们换脚咯。来，手一样撑瑜伽垫中间，踢起来就麻烦帮我抓地板。好，来 ，Go， 一、二、三，碰不到都没有关系，尽量做哈。四、五。六、七，都是一脚一脚哦，后脚先哦。八，后脚举高，前脚跳。九，最后一下，后脚举高，前脚跳。十 ，OK， 休息一下，我们手腕转一转，双手甩一甩。好，可以喝个水，再稍微喘一下。来，接下来下一个动作，我们要把瑜伽垫一样是先贴着墙壁，好，把瑜伽垫转成直的。好，把瑜伽垫转成直的。来，接下来我们先靠近墙，用你的背靠着墙，好，手慢慢的去碰地板。好，来，往你最远的地方走，走到你不行的位置，停住5秒，四、三、二、一，再慢慢走回来。好，来，帮我注意这个走，待会你在走的时候，你的腰不可以垮掉。好，腰一定要往上拱住，屁股帮我夹紧。我们走出去，停住5秒，再回来做3次。来，预备，加油！好，来，手撑地 ，Go， 往前走到最远。来 ，Hold 住一下，一、二、三、四、五，慢慢走回来。来，出发第二次，走到最远 ，Hold 住一。二、三、四、五，慢慢走回来。来，加油，走到最远第3次。
一、二、三、四、五，慢慢走回来。好，很好，这是第一组。由于我们今天是中阶班，各位不要忘记了哈，中阶班，所以待会这个动作会把你的脚往墙壁上踩，所以等于你的脚不是单纯的踩在地上，往墙壁上踩，你的双手重量又会再提升。好，所以这一个你就尽量去走，一定会比刚刚那一个的距离再稍微回来一点。好，好，我们试看看喽，再十秒，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来手撑地，好，脚帮我往墙壁的踩，好，来开始往前走。记得手往前走远的时候，脚也要往下走，这样才有办法下来停住。一、二、三、四、五，慢慢走回来，脚也要往上踩。好，不用走太近，差不多你 OK 的距离就可以再往前了。来，走到最远 ，hold 住不动。一、二、三、四、五，慢慢往上走，加油！还有一次哦。最后一次往前走 ，hold 住不动，一、二、三、四、五，好，下来休息一下，手甩一甩，不错哈、哦。如果你发现你在走的时候手腕有一点不舒服，那一样麻烦帮我转成外八，好，外八去走 ，OK。来，我们这一个要做两次。好，下一次你有感觉的话，麻烦帮我把你的手肘再拉高一点，好，再拉高一点走，拉高一点走，就有点像你在走路脚会抬起来一样那个感觉。 OK， 来准备最后一次。好，我们手撑地，脚先踩墙，好，开始往前走，拉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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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old 住，一、二、三、四、五，拉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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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停住，再往前，第二次，拉高，拉高，拉高，记得脚也要去移动哦。停住，一、二、三、四、五，拉高回来，加油，最后一次。好，来准备往前拉高，拉高，拉高，拉高。停住，一、二、三、四、五，拉高，拉高，好，慢慢下来，很好，不错、哦。来，这个动作，我们抓一个重点。好，我们在走进来的时候，我们都不要走到最里面，都以瑜伽垫的一半就好。对，走到瑜伽垫一半最多就可以往前了。好，不要走到最里面。因为身体能力还不够的话，你走到最里面等于直接到倒立位置，手撑不住它就会往下垮，这样就比较危险一点。 OK， 我们这个动作好，手部的已经结束了，下一个是我们的核心，我们喝个水休息一分钟。OK， 休息时间到，我们回到中间来，接下来把你的瑜伽垫打成横的。好，今天的核心动作会比较进阶一点。好，一样，我们第一组热身，先做棒式，停在这个位置不动，好，双脚可以微微的张开。来，停住，记得核心不可以往下垮，要顶住。好，屁股张，屁股帮我夹紧。来，停住，一、二、三、四，加油，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二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休息一下，核心扭一扭，好，
好，来下一个动作是，我们棒式，顶住，30秒，往上撑，往下跪，往上撑，往下跪，好，连续的，好，连续的，中间休息15秒，这个会做2次，所以2次我们往上撑的时候，你的左右边哪一边先上来，哪一边下，先固定第一组。好，下一组再换边。好，下一组再换边，所以两边要去平衡，都不要做，只做同一边。来，预备。好，脚微张开。Go， 1、2、3、4、5、6、7、8、9、10，1、2、3、4、5、6。7、8、9、20、9、8、7、6、5、4、3、2、1，休息一下，待会换边。好，我们都是同手烫，同手上，同手下。好，所以你是左手先上的人，左手先下的人，待会就是换边。好，换右手开始。来，准备咯，再5秒。4、3、2、1 ，Go！ 1、2、3、4、5、6、7、8、9、10、1、2、3、4、5、6、7、8、9、20、9、8、7、6、5、4、3、2、1，休息。好，我们休息30秒，换下一个动作哈。来，待会帮我转到你的侧面。好，侧面我们先顶起来20秒，左右边先各做一组热身。好，这些都是能增强你的倒立功，或者是一些之后你有在练体操动作的一些协调感跟一些小肌力。好，所以核心还蛮重要的。下肢，好，下肢就是跟落地比较有关系，所以我们这边都会去加强一些在家里你能自己练的一些小肌力跟体能。好，来准备做侧面哦。来，手顶好，往上 ，Go！ 手举高，眼睛帮我瞄你的手掌，3、4、5、6、7、8、9、10、9、8、7、6、5、4、3、2、1，休息，换边。来，预备。Go！ 1、2、3、4、5、6、7、8、9、10、9、8、7、6、5、4、3、2、1，休息。好，待会我们要把手支撑起来。所以你的前脚，假设你是撑右手的人，你的左脚会在前面，右脚在后面，让它做一个交叉，好，这样子撑你比较好撑。好，左脚在前，右脚在后，换边的时候，左手就是右脚在前，左脚在后。OK， 来，待会接下来这个动作，我们先撑起来，先适应一下，跟你的身体平衡有关系，所以我们一样停在这个位置不动。好，好，来准备咯。来 ，Go， 撑起来，手举高，2、3、4、5、6、7、8、9、10，加油，8、7、6、5、4。
四、三、二、一，换边。来，准备。四、三、二、一，撑起来。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休息一下。我们休息30秒。好，待会就是这个动作会去做一些变化，然后除了做肌力的动作之外呢，还要帮我去控制你的平衡感，好，尽量不要让它摔下来。好，来加油咯。来，先讲解下一个动作，待会脚帮我踩好往上顶之后，手举高，开始由下往上推，由下往上推，我们做15秒，好，15秒换边，两边都会做，这一个会稍微累一点点，好啊，尽量能顶多高就顶多高，好，15秒，我们要做2次，来准备咯，5、6、7 ，Go， 往上顶，2、3、4、5、6、7、8、9、10。五、四、三、二、一，休息。好，会发现你的侧腰有一点酸哈，赶快拉一下，要让它抽筋了。来，接下来要换边喽。好，来往上顶起来。好，控制好你的平衡之后，我们就开始 Go。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五、四、三、二、一，休息。快侧腰拉一拉。来，各位加油！我们还有一次哈，最后一组了，准备喽。再5秒，四、三、二、一，顶起来，先控制好。Go，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五、四、三、二、一，休息。好，赶快拉。各位加油哦！最后一组，5、6、7 ，Go！ 好，来控制好 ，Go！ 1、2、3、4、5、6、7、8、9、10、5、4、3、2。一，休息，好，不错。来，真正哈，最后一个核心，我们就准备换下肢，那就准备快要结束了。来，最后一个动作，待会回到刚刚的棒式。好，这个有点小有氧哦，双脚跳进来收，双脚推出去，双脚打开，双脚合起来，所以是收、推、开、合。收、推、开、合，连续的，我们这个有点小有氧，所以只有一组，30秒，坚持一下就做完了，还在休息10秒，可以喝个水哦。15、10秒，加油。棒式撑好，5、4、3、2、1 ，Go！ 1、2、3、4、5、6、7、8、9、10、11、12、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九，加油！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OK， 休息一下，喝个水，休息一分钟，最后轮到我们的下肢。好，休息时间到了，来，接下来最后一个动作，下肢。来，我们待会请把你的双脚往外张开，我们要做 squat。待会下去的时候，麻烦让你的脚变一个么字。好，那我们是做拍子的，两拍下，两拍上，所以是一。二到位，三、四站直。好，这一个会做十次，最后一下的时候，帮我停在下面十秒钟。来，拉一拉，再五秒，准备开始了。四、三、二、一 ，Go！ 一、二 ，and 三、四，加油！一、二 ，and 上。四，加油！一、二 ，and 上。四，继续！一、二 ，and 上。四，继续！一、二 ，and 上。四，加油！一、二 ，and 上。四，三下！一、二 ，and 上。四，两下！一、二 ，and 上。四，最后一，停住。二、三、四，加油！五、六。七、八、九，休息。来，脚赶快踢一踢哈，屁股应该会很酸。甩一甩，跳一跳。来，加油哈，第二次哦。十秒，脚打开。五。四、三、二、一 ，Go Go！ 一、二 ，and 上。四，加油！一、二 ，and 上。四，继续！一、二 ，and 上。四，继续！一、二 ，and 上。四，快到了！一、二 ，and 上。四，五下！一、二 ，and 上。四，加油！一、二 ，and 上。四，继续！一、二 ，and 上。四，两下！一、二 ，and 上。四，最后一、二 ，hold 住！一、二，脚尖踮起来。四、五、六、七、八、九，休息。很好哦。来加油一下，还有一组，最后一组就要结束了。来脚踢一踢，我们再十秒哈。来准备喽，帮我把脚打开。刚有偷偷加码加垫脚尖哈，应该会比较。再累一点，好，最后一组，可能还会加东西哦。来，准备，五、四、三、二、一 ，Go Go！ 一、二 ，and 上。四，加油！一、二 ，and 上。四，继续！一、二 ，and 上。四，加油！一、二 ，and 上。四，继续！一、二 ，and 上。四。快到了哦，二 and 上，四加油，一，二 and 上，四三下，一，二 and 上，四两下，一，二 and 上，四最后一 hold 住，脚尖踮起来，晃两个八，一，二，三，四，五，六，七，
八，最后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休息。好，不错。来，可以稍微先把你的瑜伽垫收到旁边哈。那我们最后还有一件事要做，就是把你的跳绳拿出来。来，跳绳我不会把它完全归类在下肢项目，因为跳绳它是比较协调性的，很多的运动项目它都需要去练这个跳绳的动作，包含我们体操。好，跳绳它可以增加你的脚踝的协调度，还有你的短爆发力。好，我们很多跳跃动作最后一段都是用脚踝在蹬，让你的高度才有办法跳更高。所以我现在都会尽量的去要求我学生自己没事要去练一下跳绳这个感觉。好，待会第一个动作就是双脚跳，第二个小跑步一样，第三个拳击手的垫步，左右垫配合你的头去摇摆都没关系。第四个双手帮我加速，脚跳快一点。好，四个，每一个20秒就结束了。好，我们再10秒准备咯。五、四、三、二、一 ，Go！ 没有跳绳没有关系，就跟着跳，手跟着去甩圈就好。10秒，四、三、二、一，跑步，脚尽量抬高。10秒，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左右垫步，有点像拳击手哈，加油！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双脚加速。10秒，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OK。好，跳绳收起来，喘一下，喝个水，我们准备做伸展。好的，麻烦再帮我把你的瑜伽垫拿出来。好，把它打成横的。来，我们请坐下来。好，我们先弯一只脚，往后躺，放松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来换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来坐起来。咱们抓一只脚，把你的小腿后面拉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好的，换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好的，来放松，反过来，把你的脚打开。好，拉拉你的侧腰哈，左手去抓右脚。把你的头埋到中间的缝里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来换边，拉一下侧腰哈，刚刚有一些侧腰的动作，三、四、五、六、
七、八、九、十。好，来双脚合起来，来两只脚一起去点你后面的地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身体转过来，来肚子放松。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的，来，我们做一些倒立的动作，所以手腕要去拉开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反过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手撑地板，来，帮我把你的脚跟立起来，脚往下压一压你的脚踝。动一动，好，手掌贴好地板，慢慢站直。三、四、五、六、七、八、九，来，慢慢延伸往上。好，我们脖子往下拉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好，脖子绕个圈，转一转，往边转一转。好，手腕转一转，脚踝绕一绕，大腿拍一拍，好，双手甩一甩，原地跳一跳。OK，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上到这边结束了。那防疫期间，大家就乖乖的待在家里面，不要乱跑，好，跟着艾森教练一起来运动。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谢谢大家，下课。